飞机编队可以起飞。 可以攻击。 行动中，我们听令前出，进一步熟悉战场环境，验证战术战法，重点检验协同作战、对地突击、精确打击能力。这次行动验证说明，我们有能力、有手段，从空中实施精准点杀，击败任何对手。此次行动，我们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，着力打通从目标发现到目标射手的子弹链路，达到了预期目的，系统检验了 信息化条件下体系进攻的战役战法，锤炼提升了对岛屿、要害目标的精确摧毁能力，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、打得狠。 这次行动任务重、时间紧、机型全、 架次多，我们按照实战化训练中形成的标准规范，严密组织实施，确保了空中打击任务的圆满顺利。Thanks for watching.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give it as a like and support this channel. Sign up and mark the bell to receive the notifications from new videos.